阿兄，你遐有食饱无？有啊吼。无吼，吼有食饱就好啊。遐遐，好好好，安尼无代志吼。嘿，有啦有啦，嘿啊嘿啊，吼，欠啥物甲我讲吼，写在纸条上吼 ，OK 吼。有啊，我内底足好个呀，是你内底吧？是你内底吧？小弟啊，你内底好无？小弟啊，光嘞，是光嘞，很光嘞，是光嘞。第二，服饰店店员，喜欢都可以穿好看哦，穿好看哦，喜欢都可以穿好看哦。第三，八家将。夸耀啊！夸耀啊！讲话最容易黏在一起的职业，第一，军人。班好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谢谢队长。第二，百货公司店员。先填填 Happy 哥健康卡吗？啊？我是说，填 Happy 哥健康卡吗？第三，台北市市长。我是觉得哈，我是觉得哈，其实来讲。第四，水果摊店员。你好，哦，是老外，英国人。刚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。下去啦！哎呦，不要这样子的。想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子的。想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。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哎呦，有没有这样？